大家好啊，一个简单好玩的魔术啊，绝对不是什么逃脱术，这就是一个简单益智好玩的游戏而已。咱们看一下操作的方法啊，拉伸的同时向后直接一受力开了，非常的完美啊。抖音。请看，这是一个多功能的绳结，它的打法简单，用途广泛。我们可以用这一个，当做一个拖车结，又可以当成一个漂亮的一个吊坠结，还可以当成一个钓鱼的一个串钩结，一结多用。抖音。请看，这个不是什么古代的逃脱术，只不过是一个益智好玩的游戏而已。我们这样穿过来，手从这个红色的绳子一拉，就开了。抖音。请看，这是一个粗绳连接细绳的一个好方法。我们这样粗绳折，然后细绳绕，细绳穿过来，我们开始绕圈，这样。缠的圈数越多越结实，非常的简单。我们可以做一个活结。好，我们把这一个折双插进这个绳圈，然后整理一下拉紧，整理好拉紧即可，非常实用。抖音。谁的苦酒醒月光？谁的真心未拆露？谁的梦想在流浪？谁的青春不迷茫？谁把热血染残阳？谁把世纪装新郎？谁把汗水熬成汤？抖音。你有的一把钥匙还被这样锁上了，怎么办？如果把它撬开的话，这个锁就报废了，不能用了，非常的可惜。咱们呢，就用这一个易拉罐的铁片，给它裁剪成这个形状，看看能不能把这个锁给它完好无损的给它打开。我们这样包住之后往下一摁，开了，下次还能用。抖音。道不尽红尘舍恋，诉不完人间恩怨。抖音。羞答答的玫瑰，静悄悄地开，慢慢地绽放它留给我的情怀。春天的树啊，翻越它的等待。我抖音。不愿让你看见我的伤处，是曾经无悔的风雨无阻。拥有够不够多，梦的够不够好，可以追求。抖音。不愿让你看见我的伤处，是曾经无悔的风雨无阻。拥有够不够多，梦的够不够好，可以抖音。